亲们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真的是太难了，减个肥。然后本来今天就是约定跟小姑子一起，然后做一个就是那个炸糖炸那个菜饺嘛。本来我面什么已经搬到楼下准备去炸呢，然后结果我小姑子说，现在没有吃饭，没有吃饱饭，没有力气干活了，咱们煮点火锅吃吧。然后说咱们在减肥，说那就有水煮的吧，然后就煮一点白菜。煮点那种羊肉卷就行了，然后煮完之后我就你看切了羊肉卷，然后我公公在那边买的这个这个大白菜还在这儿呢，然后我说那个他，然后我准备煮这些之后，他现在又给我打电话了，说咱们还是多放点吧，金针菇呀粉丝都加进去点，不然的话吃不饱，真的没力气干活。好了，妥妥的一顿减肥餐，被这个波斯小姑子的那个神操作，马上要变成增肥餐了。大家请看一下吧，稍微等一下做好之后给大家上一下成品。太难了，我本来已经减了这差不多这一周吧，减了有2公斤了，这一顿又要回到解放前了，白忙活。看，我小姑子来了。监工了，然后过来看了看我到底有没有放那些金针菇什么的。你好，你好，我们减肥呢。老干拿手的英吉利，哎，好嘞。他们聊干啥？去，也去的强手的。哦，天，他减了1公斤，我减了2公斤，然后现在就开始一吃，今天一吃完了。我们现在开始煮了，煮好给大家看一下。好口吗？想可以聊个啥？啊，他说我想帮他减肥，但是你允许吗，亲爱的？你想得上 make me fat? Make you fat? 那就 make for me。你看，倒塔一耙，他说我想吃的，然后做好了说你为什么要给我做增肥的东西？没救了你。听不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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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聊不下去了，咱们做饭吃吧，吃做饭做饭。金针菇，洗一洗。金针菇搞里头，搞里头去吧，搞里头，搞里头去吧。不发了？啊，发发发！拿火拿火，堵死了，不是。来咱们煮。二人。还想直接生吃呢，妈妈很不好了，太多的事情。大大给个白的。大大给个白的，黑的过去了没？你还很饿，我看你怎么减的肥。我们加了点牛奶煮了，没有加辣锅，估计他上来一会儿估计要把那个火锅底料搞里头了。我太了解他了。看我要叫的外卖，本来要冰墩墩呢。这算是一个高仿冰墩墩吧，可爱不可爱？亲爱的，我不知道咋样。回头等到元宵节的时候，我们要一起跟小姑子、还有爸爸姨、妈妈姨、还有小爸爸一起吃元宵。吃元宵！看我这满满一大锅做好了，你看是不是一点那个？我最后强制要求他不要放一点底料，现在就这样吃吧，健康减肥。看看牛奶的，这一锅，你说这能减肥吗？这，然后我婆婆也上来了，上来了。还蛮喜欢的妈的，还蛮。我再拍一会儿，我连个渣都剩不了了，这都是减肥的人呢。Yeah, 你们 family in jury does make does me come back down hitch another. 妈妈，我喜欢番茄肉油煎鱼。发现，你看这个小馋猫刚吃了一碗牛肉面，然后现在也要吃这里边的肉。没有辣的火锅，我们吃的也能很香。看我小哥哥吃那个金针菇，吃的美的要扭起来。看我婆婆也吃美了。这小巴是只吃肉，肉食动物。我也吃一点。看，吃完金针菇，我觉得我小姑子就疯了。
这一看就是吃金针菇的那个表情，在我婆婆这嘚瑟，我婆婆已经不看他了，已经不想搭理他了。哎，我不能再说，再说我连个渣渣都吃不上了。现在你看这里边吃的，我的妈呀，连个渣儿都捞不上来了。哎，我们三个女人呐，减肥不能凑在一起。那我小姑子在这儿认认真真的刷碗，我做饭，她刷碗。小姑子敲个手的 ，Hello。Hello， 妈。嗯。吃撑了，肚子又吃起来了。你看我们这都是穿了黑衣服，然后就他没有换衣服，穿了这个白色的，别数，哎，开始刷锅了，穿个白色上面弄了一层那种那个脏点点儿。我婆婆都说她说你都不吸取小静说话的经验，吃这种饭的话一定要换成深色衣服。然后我们已经吃完饭了，然后我小姑子现在去屋里休息了，休息完之后啊，准备做一个炸的菜饺，就我们河南早上喜欢配胡辣汤喝的糖糕呀，还有那个炸菜饺。我比较喜欢吃菜饺，不太喜欢吃那个糖糕，因为比较偏甜嘛。然后是虽然在减肥，但是要合理饮食，偶尔吃一个炸的还行。大家能看出来我瘦了2公斤吗？准备再瘦几公�斤啊，再瘦4公斤，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3周之后能不能达到这个就是3到4周之后吧，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，然后大家可以监督，然后一起减肥。哦，我婆婆刚才出来了，说哎呀你怎么拍视频，然后她就进去了，因为伊朗女人比较注重就是穿衣什么的，然后是穿衣不妥当啊或者什么的话，他们一般很难入境的。好了，这期就先分享到这里啦，期待我跟我小姑子减肥成功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下期给大家看这个炸菜饺。